这一次呢，是我昨天跟 Amy 讨论，然后原本想说这次要买提拉米苏，可是因为刚好昨天大黑家也在庆生，他也吃提拉米苏，然后就问他说，除了提拉米苏，我就昨天打电话去，就是套他的话，他说除了提拉米苏，你还喜欢吃什么蛋糕？他就说我要生乳酪，然后乳酪蛋糕下面要有很多饼干的那一种，我的干，只好自己做是吗？对，然后就想说，那好像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早上紧急跑去做了。哇，真假的？对，我们自己做的。早上多紧急？几点去？11点去，而且做一个半小时就好了，其实还蛮快的，蛮快的，因为它不用烤。睡吧，睡。我跟你讲 ，Amy 还加了一个小巧思在里面，伊伫咧 cream 内底掺一挂酒。威士忌，那诺基不能吃，不管就直接给他吃。一咻咻，哎靠北，我没有刀吗？有没有开刀？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啊，抹起来，看看，嗯，对。靠北啊！你每次都有这个。骷髅不够承担，骷髅，骷髅承担嘿。可以，你愿意换成生日快乐歌吗？比较不会那么尴尬。谢谢。生日快乐承担。谢谢。好，自己唱生日快乐歌。好，祝我生日。你要面对吗？要一公尺。他们自己做的，这是我今天早上真假的自己去做的。干，你不是骗我说你去？你要哭了吗？我的天哪！你们真的是搞什么？你们在搞什么？我每一年都会相信他。干嘛？怪我骗你哦、喔。我以为是外面买的，做的很好哎。谢谢哦、喔。你都还没有吃就讲成这样。好，那我许愿就是。第二，希望大家就是身体能够健康。对呀，镜头在这里，镜头在这里，身体很健康。我希望我对到焦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公司能够赚大钱。耶！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心里嘛。哦，好。Andy 可以。那最后的哪一只？可以。那个来个一样。这个是红字做的，我很喜欢，就把它印出来。可以比一下吗？比一下。哪一只？好，那我们回的好，因为怕那个口水。好，一二。你把整个打到地上，笑，看你怎么办。对，一票通过。来哦、你真的自己做的、哦，很厉害，舍不得切，对不对？好强哦！我们都有影片记录，等一下给你看。这么还有影片是？好，没有剪啊，毕竟今天早上做。然后切哦。好，而且意外的早上去很多人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哦，太棒，就是那个脆的，没错，好、什么？不是啊，白痴，戒指被切一半了。什么东西？小饼，你接下来换你啦。哎，换你了，过来。哎呀，哇，第二次戒指。我上次有做一个千层蛋糕嘞，也是给人家当生日蛋糕。哎呀，塞戒指给我，没有，好吃。你不是应该要比？你第二次讲很不诚恳呢。对啊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我刚吃一口说，哇，真的是好吃。那哈，你两口就还好。你模仿对，第二口好像就还好。老板好吃。老板好吃是什么？好吃。哪一只？烦呢。可是真的好吃啊。我妈会看呐。哦，真假的？飞行频道还有会看吗？罗西，你现在觉得这个奶油怎样？很像牙膏哎。它呛你，很浓，但是太浓，浓到有点像牙膏。我第一次吃到奶油是这种口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里面加了威士忌。有吗？不，很淡，很淡，完蛋了。好啊，就是很谢谢你们，但老板怎么不见了呢？别说啊，我们舍弃了他。不要提这个了，不要提这个了，伤感情，伤感情啊！哦，今天呢是大黑的生日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做生乳酪蛋糕，耶！自己男友生日自己做。
上做甜点就是很多加法。然后大家一家还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吃饭了没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去吧，拜拜。